大家好，我是哲安，今天呢要介绍这个 Fender Mustang Micro。就是我通常在挑选器材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是会先选就是它方便性，第二个就是声音，再就是价格这样子。那因为我自己常常在这个录制 demo 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创作的灵感它需要很快被记录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它就会非常的方便这样子。而且 USB 只要插在电脑里面，然后呢DAW 选择这个 Fender Mustang Micro 的话，它其实就会很直接显示，你不用灌任何的驱动程式，马上就可以直接录音，这是我觉得这部分最方便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它声音又好又直接的。刚刚看到的影片，其实我用的音色组合就是像前面的，我就是选 Clean Tone， 然后是选这个65 Deluxe 跟65 Twin， 都是 Fender 的经典音响。然后呢，第二段的破音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副歌，我这边是选用的是这个60 British 跟90的 American， 它感觉稍微有点破音，有点 low gain， 因为其实我的弹奏风格其实都是微微的 low gain 比较多这样，所以我通常都会比较选择这些音色这样。